电视童玩童年，电视童年，电视童玩童玩，你小心哭到爆。孤单一人的时光，当夜嘹亮的美。女主角林明正，新教授。歌唱舞蹈戏曲技能和乐器，到底谁能赢？好可爱哦！一道彩虹传出美妙的声音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粒粒灿烂的红彤彤的气，再给一个娇羞的惊喜。它里面讲到好多这个综艺节目，综艺节目我没有提到，竟然没有提到我一个，我猜，对呀，我猜也要提嘛，对，小明星大跟班，宪哥干掉康熙来了，宪哥，我安慰你一下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没有提到，我猜不是因为那个不尊重，哎，是因为没押韵哦。电影里面有提到，所以你知道就是你们里面会提到了经典的这个电视节目，就是你们这个疯狂电视台里面的主题曲，就对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呢，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宪哥在里面也有精彩演出哦。好，真的，宪哥有客串，希望电影大卖。